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不，这里不是我的场，但是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我们等一下最后一站要去那个新竹的那个竹东那个哈，我好像跟大家都讲过要改变，本来是要到那个刀子工厂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临时要插队哈，一直到刚才联络那个李先生老板，刚才吃饭跟我讲说插不进，他怎么样都插不进去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留起来哈，明年我们再去跟他要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列三宝。那我们就另外安排一个点哈，等一下我们这里完了以后就到那个好像是有歌仔戏的啊，唱歌的哈，我们现在唱一唱，等一下听人家唱一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想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这个时间很宝贵，我留给这个老板啊，这个所有的让他去表演，你觉得满意你再买，没有买也没关系哦，老板我这样讲可以吧？哦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是你觉得需要你才买啊，这个我不能替他做广告了哈，这个我把棒子就交给我们老板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到两点十分，好不好？既然是我们长军学院的来宾，我请问一下哦，现场有没有听不懂闽南话、听不懂台语的，请举手一下好吗？哦，有的听不懂台语哈、哦。好，那大家听国语都听得懂哦，公共语拢听有哦。有哦，好，那这一场我就讲国语哈、哦，来。台湾国语好，来阿伯插来讲，好。来几件事情给我们，既然是我们长春学院，我们所有的来宾各位同学报告。等一下那个门会关，但是不会上锁。你放心，这里不是大陆，大陆会锁门，你在台湾都是很安全的。因为里面在吹空调，我们没有关着它，温度是吹不了。你要厕所、化妆室、讲电话、要车上拿东西的，我们统一从这个门，右手边就是厕所，左手边就是停车场。你要讲电话也要外面讲，你才不会让我吵到。但是你一定要记好，你东西弄好了之后，厕所完毕之后，你赶快要再进来，因为等一下统一都在里面受洗碗净。你要是外面老老实没有进来，那就没有受。他们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规定这样？没有办法，公司大股东多，有出钱的老板一直念。你告人家一个月就三到五十万块。我是现场人员，讲这样跟我听，我就跟他报告。我们装那个闭路的，装那个点人数的，你那个脑袋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所以说，等一下你有厕所外面讲电话忘了进来，我要送洗碗巾之前会喊一下。要送洗碗巾的哦。你哪有听到关键？你来我送去。你知道哈、哦，了解哈、哦。好，代表民报，欢迎我们基隆市长春学院啊，我们的校长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。